一套犯罪电影举行首映礼，两位主角刘青云和吴镇宇就带埋一班演员现身，今次是他们相隔19年再度合作啊！感觉不是好像旧阵时咁咯，即系时间好像冇乜过咁咯，即系都系咁啦，都系即系冇乜好特别嘅改变咯，即系无论喺个容貌啊、行为啊、讲说话嘅模式啊，都系19年。都 keep 住係咁樣。戲中一場講電話嘅戲氛，原來係真實嘅電話通話嚟。導演邱禮圖再同步拍攝兩位影帝嘅表演。咁啊，舊式嘅方法咧，通常真係淨係拍我一個咁樣，咁啊講完之後 ，OK， 咁啊拍佢啦。咁拍完之後剪嘅。咁我哋用阿導演嘅方法就係，我哋分開兩個廠，同一場戲 ，OK， 佢喺嗰邊，我喺呢邊，而我哋係一齊拍嘅，而個電話係直接打過嚟俾我。我是直接真的跟他講電話，即係冇再 repeat 一次的過程，好流暢。找我哋就係唔想 repeat 啫嘛。咩方法特別好啊？慳時間啲啊？主要是咧，嗰啲方法咧要就阿振宇。你知佢 roll 機講之後，仲要是咁如果我哋真的講電話的時候，咁佢其實呢啲係戲嚟噶嘛？咁我咪會唔知道佢做緊咩咯？我咪冇咗呢個感覺咯。但係因為而家我哋直接講電話，咁你就知道佢個喂，即係原來佢仲揸住個電話嘅，咁嗰個感覺大家互相就有呢個交流多啲咯。